来心情真的有点烂，想不到我的音乐台湾没有人能听得惯，我跟不上流行，我超越了流行，我打开了电视看看谁是 number one。 哇，居然是黑社会妹妹，玩笑开够浓眉，他们收买了谁，里面可爱的在围围，我怎会知道我对待明来流行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一回事。我大家都说是一小调都不讲情，哪些都不流行，哪一听我电视都会猜谜，歌手都会猜忌，哪些都在 JDIC。 我大调都说是一小调都不讲情，哪些都不流行，哪一听我电视都会猜谜，歌手都会猜忌，哪些都在 JDIC。 大把听摇滚的，后来我听摇滚乐，大街小巷是我的一点小功能，喜欢飞机车都会如李宗盛，我是饶舌小哥，圈子里公认，一点老的，一点 jazz， 一点 funk， 而且活了过来，当我一眼上，谁都不用跳起来，因为心在跳，今天晚上让我听到你的尖叫。流行不流行是好听不好听，跟个人难度一点都没关系。流行不流行是耐听不耐听。总共花了三年，音乐找到妥协，因为稍微妥协某些呢，我们说的流行 music 成分 OK， 我不得不承认的确又比以前好听一些，也的确比以前难听一些，所以在这首歌结束一切。Break it down.